迎来到全年福利时间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条鱼是要如何吃才会吃得爽、吃得饱、吃得多呢？让我们来看看一般人是怎么吃它的。解开纽扣，解开纽扣。哇哇，鱼还会动哎，它不是就哇超饱啊！大家看到没有？一般人吃到这里就等于他吃完了。但是如果你有一张全年福利卡，你就可以刮刮刮，就可以刮出更多碎肉了。哇，你意思就是说有全年福利卡就可以一直刮刮刮刮？哇，这只鱼它快受不了了耶！那意思就是说，有了这个全年福利卡，再怎么瘦弱的鱼都可以变成很好吃的鱼。我想想，我知道了，就可以变成一条丰厚鲜美的鱼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只丰厚鲜美的鱼。哇，你说丰厚鲜美鱼，那不就是？那我们来欢迎下一首丰厚鲜美的鱼，肥。